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傀儡，在旁边是身体很虚弱的剪片仔，庞克仔，庞克仔，你要凑，你也凑完整一点。Hello， 不用刚的就可以了。行，有，本期节目由 Parsley Green 赞助播出。你口罩把拿掉，不要，等下要传染给你。哦，你还没好是不是？你听着声音像好了吗？哦，好吧，好吧。今天早上是庞克仔身体弱，我们还会拿刀割自己。你啊，这是 Evil 仔，我是 Evil 仔啊。看到今天那么大个东西在这边，就知道我最开心的时候到了。开音箱，这是一颗 Spark Life。对，它之前其实很台湾，我相信很多人已经有他的兄弟姐妹在家里了。它最早有一个 Spark 40，大概就这样桌上型的音箱。对，桌上型音箱算是近年很风行的概念，就因为这样监听也准，就放在桌上这样听。对，以前我音箱都放在地上，现在就放在桌上。因为它主要就是它里面就有把所有的综合效果啊，然后一些甚至学习效果放在 App 跟音箱里面，很好用。然后后来呢，可能有些人要求，它又出了一个更小的版本，叫 Mini。对，大概是在这边。它一个 mini， 然后后来呢，出乎意料的，它后来出了一个 Spark Go， 它是一个就随身携带型的。对，就它主打就是你随身携带，可以你去哪里，像你今天出国带着一个小音箱，可以在那边练习，或者是你在表演的后台就插着耳机，或者它自己可以放出声音来，很方便。对，然后它后来，然后在刚刚那些我们说桌上型的产品之后，就我没想到它野心很大，它出了一颗 Cap Spark。Cap 是让你配合刚刚提到前面比较小的产品，想要放大更大音量的时候用的。我觉得那是一种后悔药，你知道，就是你买了一个 Spark Go， 你就啊，我在家还是希望有一个大一点的哦。现在一次就塞一大颗给你，你任何一颗 Spark 都可以接上去，然后把声音扩出来。然后基本上其实它就引入了 FR-FR 的概念，就是等于说，因为你所有的音箱都它都有音箱模拟嘛，然后所以说呢，它出来的声音就是把它可以自由去切换所有声音，它不需要。就它没有 cap 的音色限制，你所有 cap 的那些声音进去出来，就它很忠实的呈现出来 FR，FR。所以它的那个 cap 等于是说，你自己有自己喜欢的那种重效啊，带音箱模拟的，你都可以直接接上去用。对，就不只是一传统的 spark。对，不只是他所有的 Spark， 你自己有重效那些器也都可以使用。对，但是出乎意料，他们最新出了一颗，竟然出了一颗 Spark Live。那简单来说，我觉得从正面看，它很直观，它就是把 Spark 跟 Cap 做成一个那么大颗的，对，让你可以带出去用的啦。对，然后可是真正意外的是，它背面其实还有一堆玄机。对，就这它并不是只是那么简单就做一颗大颗的 Spark 而已。Life， 我觉得它是主要的概念。对，它重点是说，你除了前面的 Guitar In 以外，你后面还有更多的 Channel 可以使用。对，所以像我刚刚就。弹 bass， 对，它有 bass 的输入，然后它其实应该不是说 bass 的输入，它第二个 channel 可以给木吉他、主唱、bass， 对，它准备了三款 preamp， 就是这三种乐，这三种为了搭配使用，它是用 combo jack， 简单来说就是你是那种三 pin 的 XLR 可以进去，或者导线都可以进去，对，就是它活用性更大。然后它有第三、第四个 channel， 就是说你的其他 line in 的乐器啊，像电子鼓啊，或者是像 keyboard， 对，等等的其他乐器也可以进入。所以它总共有四个 channel。对。然后呢，它自己本身这是一颗演出用的音箱 and 音响，就是你也可以把它拿来当你的 monitor。就是你可以把它拿来当位置用，你可以把它拿来当外场用，没错。然后它可以并到你的 PA 系统里面，其实算是蛮方便的。就假如说你是街头艺人，或者是你小场自己的演出，像其实国外就很多那种可能乐团自己要带自己的 PA 系统那些东西，这一颗就非常方便。所以以后可能会有看到乐团表演，然后准备了20颗 Spark Live， 我一去，
就阵列啊，五颗，然后团员在一人一颗，对，前面再一排五颗，但是什么画面？好猛！那 PG 要去赞助啊，还是 Plastic Grief 来办一个音乐季？哦，那不错，现场所有音箱都用他们家的，形象计划都帮你想好了。那当然，因为它是一个现场演出用的，它其实整个搭配其实很完整。它同时发布了这个新的 Spark Control X， 那它就是一个可以切换 preset， 然后控制这颗音箱的踏板。它其实也可以支援其他的 Spark 产品。那应该说 Spark 系列它都支援的啊 ，Spark 系列的音箱它都可以支援，然后去做切换 preset 啊，切换设定的一些东西这样。对。那另外就是这个 Spark Link， 大家有没有看我们刚刚一开始在建的画面？它没有，好羞耻啊！我弹贝斯，真的对不起。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Spark Link 它就是一个无线发射系统。然后说实在话，我自己刚使用感想，没有感觉到延迟。可是无线感觉到延迟不就完了吗？对对对，可是因为其实它都会有 0.0 几秒那个毫秒，就那个秒数很低很低的差距。其实对。有些人来说，那个敏感度就会很，他就是很敏感。可是这一集目前为止，其实我感觉是完全没有延迟，就感觉上是感觉不到。尤其我们刚刚是跟着键，它有延迟的话，基本上我应该是跟不上。啊，对，讲到刚刚键的话，它有蓝牙的系统，所以刚刚其实是 John 在那边直接用手机播音乐，然后我们跟着弹的。哎，没错。所以这是一颗，我算智慧型的 FRFR 音箱吗？多功能，对，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形容它，音箱加音响，对。不过我觉得我们还是实际来看用用看才会知道。OK， 这颗音箱呢，我们可以看到，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现在横着摆？因为呢，这颗音箱我们说它智慧，它不是普通的智慧。它横着摆的时候，它其实声音会整个被拉开，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它是可以当监听使用，对。就变成说，你其实在演出的时候，你要外面扩音的时候，它就是这样横着摆，它可以让整个声音范围更广。其实我自己拿它听过音乐，我觉得它有很大的特点，因为我用蓝牙接上去，它可以播音乐嘛。我在前面、后面、旁边、周围这样走动的时候，它不会有很明显的声音差距。就是常我们听音响会到背面觉得声音变闷闷的，因为声音是有方向性。可是它这一颗的设计呢，它的声音是一个环绕，就感觉上差异不会很大的音箱。我觉得这个在表演是非常好用的，对，而且在家里听音乐好像也蛮爽的。对，那么大颗，而且重点是我把音量转到最大，它不会爆音。哦，哎，所以说我们刚刚提到一个重点，它可以连接你的智慧型手机，去播放音乐，然后同时呢，它有对应的 App 可以去控制它。那我们可以从这个外观看一下，就是说。它的正面，我们它很像音箱，就是低中高频啊，破音量。然后它这边有 guitar， 就是 guitar 的音量嘛。对。然后呢 ，music 音量，它有独立的音乐播放的音量可以控制。对。那此外，最上面这边有四个 preset 可以切换，然后它按下去以后，它又有另外四个 preset， 所以它在上面可以储存八个 preset 可以当场使用。所以像，那如果你用外接设备的话，对，它怎样？就它，它就会切换它的 preset，然后像一二三四四个就可以快速切换，哦，所以那这样可以切换四组 preset， 它会连过去吗？有，都有跟着变啊，好玩啊。那我们背面的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 Channel 2它这边有一个 Combo Jack， 你的麦克风、Bass、木吉他全部都可以直接进去，然后它有独立的音量，还有切换 preset， 就你可以把 preset 储存进去，它也可以切换。所以它后面这个孔主要就是给刚刚讲的三个乐器：麦克风、Bass 跟木吉他。那另外后面我们可以看到第三、第四个 channel， 第三个、第四个 channel 他们是共用一个音量，所以说它就是你在进去前要 balance， 你也可以把它当成一组 stereo 这样啊，对，也可以 stereo 输入，对，这样感觉蛮帅的，就电子鼓刚好一对 stereo 输入，就你我那三人团，就 Green Day 拿这一颗去表演，啊，主唱要另外接，他们其实有三个两个吉他手，哦对哦，还有 Jason White。对啊，没有人知道第四个人是谁，对不对？对，没有人知道第四个人是谁，我知道，对不对？然后所以说呢，刚刚这个第三、第四个 channel， 如果你自己本身是有像综合效果器、有音箱模拟，或者是你有其他有前级的乐器的话，你也可以直接进去使用。对，就是那个是更灵活的孔。然后除了刚刚讲的这些所有输入输出以外，它自己本身呢，它自己也有一个 standby EQ， 就
就等于说你可以控制这一颗音箱它整体出来声音的频率，因为你可能在不同的环境，你可能会有太多回收啊等等，你可以去微调，然后另外还有总音量，整体来说它算是还有一个 mixer 在上面。对，因为各圈都还可以调自己的音量。没错没错。然后如果你要把它当地板监，像地板监听位置我们习惯是摆斜的，它其实后面有个支架，在脚前面听。对，它其实后面有个支架，好，你可以直接把它摆斜，然后它对着你的 in your face。直接往脸上打，对不对？对对对。对，然后后面我发现有很有趣的，有一个很大的孔，就是它有盖子，打开以后正下方是不是？对，没有，它的侧面，这边侧面有一个孔，对，它有一个孔，这个孔里面干嘛呢？放电池。对，你可以另外加购他们家的电池。对，那你出去就不用担心接电的问题。那刚刚看来还有提到它有一张外场喇叭的部分，那外场喇叭不是都要把它架在那个支架上面吗？对着听众的耳朵打。对，它其实底下有那个孔都有帮你做好，你都到时候直接串上去就好。哦，就一般的音响架都可以架上去。对对对。哦，赞赞赞赞赞。OK， 那当然这一颗音箱我觉得它 Channel 2这样的设计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因为这颗音箱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功能叫 Sonic IQ， 这算是他们一家独门的技术。简单来说就是像我们在 Jam 的时候其实常会遇到一个问题是，哦，主唱觉得声音被吃掉在太后面了，然后 bass 可能太后面了，尤其我们知道有那种 mask 的效应，就是说像大鼓跟 bass 会吃啊那些的，互相会所谓的吃掉彼此。哎，对对对，那 Sonic IQ 简单来说，它的功能就是让主唱跟 bass 的声音可以更明显被突出来。对，就是等于说 bass 手有三，主唱也有三，所以我今天身兼这两个职位就对了。对，所以这一颗智慧型音箱它不只是就是把所有东西做进来，它其实有针对每一个部分去做强化，这是我觉得 Passigrid 它很厉害的地方。当然 Spark 系列其实很重要一点是它有一个很强而有力的 App 资源。那 App 说实在话，它跟 Spark 连接起来，它其实就像是一个综合效果器的屏幕啊，连得到哈，连得到，怎么可能连不到呢？对不对？我现在可以偷偷瞄一下它的 App， 也不要偷偷瞄，我们光明正大的瞄。喵，OK， 我们看一下它 signal chain 上面的效果器跟音箱，它其实很直观，它很像就是综合效果器常见的界面。因为我们其实知道 Passigrid 这公司，它其实就是做手机 app 跟电脑软体起家的。OK， 所以像我们今天点音箱，我们就可以看，有很多个音箱可以选，像现在是 Match DC， OK， 哪颗音箱我不知道，不能讲，应该是我不能讲，我知道我不能讲，对不对？哦，可以讲吧？哦，像 Blues Boy。然后点下去，就会换音箱了。然后你下来以后，它就可以调整参数。OK，OK， 其实就很直观。然后呢，你可以加前面有 Overdrive 啊等等的效果器，你看到很多选哦。我看到 Clone Drive， 他都写 Clone 了。Tube Drive， Tube Screen 了。现在把每个家里都露出来这样。对，然后我们不小心可以看到一个 JH Super Fast， 这是 New 的，不过这个它有上锁，这个是额外大礼包 DLC。OK， 然后我们这边可以看到还有 modulation， 哦，它这边有 EQ， 有 EQ， 吉他跟 bass 用的 EQ， 这是六倍 EQ 嘛，对。然后 tremolo、unify、vibrato、phaser、flanger、chorus， 就基本上各种你需要的效果，其实这边都给你了。因为它毕竟还是希望就是它是重效加上音箱全部做在一起嘛，对，它让你在练习的时候你不需要再额外接效果器。然后 reverb 的部分，你看 whole plate， 然后 plate long， 它 plate 也有分 long 跟 rich， 比较饱满跟比较长的，对，比较梦幻一点的 room studio whole ambient， OK， whole ambient 这个好眼熟，我觉得我看过这个效果器 whole of fan。Whole natural， 自然的 whole 跟所以还有不自然的 whole 吗 ？Whole ambient， 我突然觉得刚刚那个听起来那里怪怪的。John 啊，英文语系的 John 啊，你觉得怎么样呢？放弃。OK， 所以说它这个 app 基本上就是你就是把一个重效，然后放在这个音箱上面，然后用手机的萤幕去控制，是。那此外呢，它的 App 当然不只是就声音调整的效果，它其实这边还有它可以抓 Chord， 抓和弦。就因为其实过去我知道 Spark 它最早的时候，它就还有一些教学的功能，它可以帮你抓歌，你去网络上找到一些歌，你抓进去，它可以帮你抓和弦，等等的功能，其实很方便。你看它这边也可以直接让你浏览一些影片，像 YouTube 啊之类的，就可以直接从这上面去帮你抓歌，然后呢，这边还有
影像，就等于说你在使用的时候你可以直接录影。我觉得既然手机看到 App， 既然看到这边的话，我觉得音色还是要来试一下了。好，所以我要开始乱调你的头。你要帮我调吗？好啊，我帮你调一个 clean tone。
好，那接下来的功能叫做 Smart Gym， 然后那它就是一个让你自己练习隽用的工具，它会提供给你鼓一个 grooving， 然后再像 bass 的和弦配合，然后让你再做即兴的练习这样。剪到刚刚还不错，蛮好玩的。而且你为什么可以弹那么呛啊？听起来超呛的，为什么？很像他们一群死大学生去海边玩的感觉。这么厉害的音箱，那大概要多少钱呢？音箱本体 Spark Live 本身是19800块，19800，20000有找。电池呢？需要另外购买。2880。但现在有些店家已经开始预购了。如果你两个一起买的话，有一个优惠价。那么我们感谢今天的赞助商 Parsley Grid。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别忘记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拜拜。